如果你发现自己最近有点呆，没有精神，力量变小了，比较慢热，那很有可能是练神经疲劳了。神经疲劳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经传输的效率变低了，神经递质被你榨干了。这个就跟公司的 WiFi 信号不好一样，肌肉接受不到信号，自然也就没劲了。经常大重量训练的人特别容易神经疲劳，尤其是练大重量的硬拉，练一次可能会萎靡个2周，因为硬拉需要募集的肌肉实在太多了，几乎包含了全身，所以硬拉不能多练。像艾迪霍尔拉完500之后，据说整个人都失忆了，傻了一个月，非常的夸张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些大佬会经常的轻训，或者是用固定器械偷偷懒，就是因为大佬的神经经常不够用，需要精打细算。除了大重量，小重量的力竭也会消耗不少神经。虽然看着重量不大，但是你的神经它不知道呀，它还是在拼命募集肌纤维的，一分力也没少出。但是又因为重量小，没啥机械张力给到肌肉，所以它的收益很低，高疲劳低收益，俗称垃圾容量。那神经疲劳应该怎么避免呢？短期来看，就是训练时得学会体能分配，不要组组力竭，榨干练透只能是感动自己。长期来看，就是要做好计划，增肌增力要交替进行，主动的进行轻训减载。如果神经疲劳了，应该怎么恢复呢？最有效的就是要多睡觉了，特别是重训日的前后一定要多睡觉。如果你喜欢熬夜睡眠差的，那什么氨基丁酸、醉茄、褪黑素这些 buff 自己要想想办法。另外维生素 B 族也是有助于神经恢复的，特别是 VB12 甲钴胺，比如之前卖的功能性饮料 ZipFace 这方面就做的比较给力，不过现在没货了。总之神经是一个稀缺资源，需要数周才能恢复，回得比较慢。它就像游戏里的蓝条，高级的法师都是会控蓝量的，不会动不动开大型小兵的。如果觉得这期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点个赞吧，感谢各位的支持。